BMW 车上面都设有儿童安全门锁，只需要将后座车门边的这个按钮向上推，那里的车门就不可以从车内打开，只可以从车外开启。相反，只要将这个按钮向下推，代表已经解除儿童安全门锁功能，无论在车内定车外都可以如常地打开车门。